各位法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我们现在讲的是印度佛教思想史里面的讲义，讲义在我们的第四章，四至三页，因为我们讲到第二集，那第二集的话是不是就是以原始佛教到什么部派佛教的这个时期，那佛陀在世的时候叫做什么根本佛教，对不对？好，那所以呢这个时候呢的部派会有东的大众系，有西的什么上座系，所以从上座系里面来看摩托罗为中心然后呢他会再更深入什么北方而到基宾那这个呢会是说一切有部的从摩托罗在这里然后基宾是不是到了这边来了基宾，所以他会从我们说大众部在这一头，本来上座部在这边嘛，对不对？上座部在这边的时候其实他比较以摩托罗为中心，之后我们说他又分出了什么分别说部来，所以分别说部会走这个路线呢有阿盘提跟什么摩那婆会从这个地方过来这个分别说部，那上座部还会往这边去，是不是到了基宾啊？叫做说一切有部。那这一带呢，就叫做独子部。分别说部往这边，分别说部跟大众部怎样会合在南印大乘佛教兴起于南印，但是还要大乘于北印去这个等于是涵容了所谓的这个声闻学派所以基宾这个地方也会是我们这个北传到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依据。那么尤其我们说如果在讲印度佛教美术史来说的话呢，摩托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因为摩托罗跟什么犍陀罗跟犍陀罗在这里，犍陀罗离基宾是非常的近在这个贵霜王朝时期呢，两个佛教的什么佛像的制作中心在这里，这里的话呢因为它受到了希腊波斯罗马的影响很大，所以犍陀罗的佛像它会具有西方的特色，犍陀罗在这里。但是摩托罗呢它因为已经比较接近印度的本土，而且它是很中心的位置，所以它这里的摩托罗的那个佛像的造像来说的话，它就已经转成印度化了，印度化那它的这个衣褶比较怎样轻薄贴体这边的话比较厚重，比较像希腊人，看起来就像罗马人希腊人的样子到了摩托罗，这是初期大圣贵霜王朝，但是到了后来吉多王朝来说的话，他又会从摩托罗又发展到什么鹿野苑到鹿野苑这一带来了。那到这边来讲的话，鹿野苑这边的鹿野苑在这里越往这边发展，它的那个衣褶越薄越没衣褶了，到这边几乎都没衣褶，这边还保持了一些比较轻薄贴体的衣褶这个将来我们下个月其实就会讲到先有一点概念因为到初期大圣其实贵霜王朝是这两个为中心，到吉多王朝是这两个为中心会往里头移，那么就会更具有什么印度本身的特质那当然我们说我们中国接受佛教呢是从犍陀罗基宾这一带往什么往北传，经过中亚而进入了新疆，对不对？然后再透过丝路到了敦煌乃至这个一直到中原来那当然那佛像也会起一些变化好，所以呢我们回头看到四至三页西之上座系有没有以摩托罗为中心或深入北方而到哪里，到基宾，这个是不是就是说一切有部往基宾那个方向去了。那另外就是沿着雪山的山路到了什么往东到了阿盘提跟摩那婆那我们说一切有部分别说部是不是就往这个方向，中印这个方向从这个地方过来之后呢往这里去到锡兰，
后来就传到哪里，东南亚，所以东南亚是不是都比较以那个南传为主啊？哎，分别说不，哈、哦，分别说不，远化到西南，啊、哦，那右边这一段呢，就讲分化的主因，啊、哦，为什么会分化？部派会分化的主因啊、哦，实为大圣入世倾向之勃发。虽然这个时候，第一期是不是以声闻为本啊？到第二期其实是不是倾向菩萨之声闻分流？他已经有什么大圣法？大圣法他本身是不是比较入世的？因为菩萨道嘛，啊，他会有这种大圣入世倾向之勃发。所以像大众部，他本身是不是也比较具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啊？分别说部是不是从上座部分出来倾向于大众部？啊，他们又结合在南印啊。哦，所以主要是因为有大圣入世倾向之勃发啊、哦。那么这个其见于辩论者来讲的话啊、哦，那么他们印度本身他思辨的能力是非常的强的啊、哦。那么所以他会有崇坚记，则有佛菩萨圣德之争啊。啊、哦，如果在这个他们就已经不是以声闻为本质解脱同归了，对不对？不是只有以自我解脱为主了，啊，他开始呢，啊，会有诸佛乃至菩萨的观念，啊，有菩萨的观念，所以呢，这个也是跟原来的声闻是不是就开始起了大的变化？所以这个叫做倾向菩萨之声闻分流，有没有？声闻就已经不是为主了，不是以声闻为本，是不是就已经开始倾向于菩萨？啊，而且在求适应方面，则有律众根本之争啊，啊，因为当时候部派为什么分裂的一个很重要的啊这个因缘之一，也就是到底律众根本还是要轻重等持，啊，以东方来说的话，它是不是就律众根本啊？啊，西方比丘来说的话呢，就要轻重等持，轻重等持。啊，所以轻重等持呢，就会比较属于那个啊比较修行久一些，那道貌岸然型的叫做上座部嘛，是不是？啊、那么就会在戒相上面点点滴滴都非常的讲究，所以说一切有部往西北去，是不是都非常的严密啊？在现象上，啊、因为他说一切有，为什么有是现象上的有？哎，对不对？那性呢，是原则性，大原则性。哦，性就会跟空结合，相跟什么有结合，相有而怎样性空，对不对？任何的东西它是相有的，它是不是性空的、啊、它本身还是性空，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些相有是不是也是众缘和合而生，会不会众缘离散而灭？会哦，终究会灭，是不是终究会灭啊？为什么会灭呢？因为它性空的缘故，它不过只是因缘的排列组合而已，不是实有的现象。哦，佛教对实有的东的这个定义比较严谨的，就是什么叫实有？它叫固定不变的，恒常不变才叫实有。如果会变来变去，难就不是实有啦，对不对？变来变去，就像说花朵变来变去的那个现象，是不是比较明显啊？那我们说，如果是黄金钻石，它变来变去的现象是不是比较不明显？它的时间拉得比较长，但是会不会变？还是会变。好、哦，而且变不是突然间变，是不是随时在变啊？哦，只是它变得快慢而已啊。哦，好，所以呢，这里哈、哦，在适应啊、哦，在时代思潮的适应上面，会有律众根本的争辩啊。啊，因为会有轻重等持行的，会有律众根本的啊，在戒相上，好、啊，那么在禅就容心方面啊，则有无杂障之争啊，啊，当时候呢，其实有没有杂障哈、啊？因为杂障其实也提供后来大圣法的一个很重要的泉源，啊，像大众分别说部呢，他们会比较接受杂障，但是呢，上座部说一切有部是不接受的。啊，因为像说一切有部，它会比较以声闻法为主。啊，大圣法它是不是含容性比较大一些啊？它比较去接受啊，这个
多一点的哈，比方像杂藏之类的，是比较属于大众分别说不能接受的。但是说一切有部其实是不接受的啊，所以说一切有部它是比较保守型的，他也还坚持着他的什么声闻法。但是我们说在东哈，这个大众系跟分别说部的结合，是不是大众法已经啊，大乘佛法已经在怎样在兴起了啊？所以他分化的方式不一，但是呢其实实为啊，基于己利啊，以自己的利益为主，是不是就是解脱道啊？啊，利益自己为主的话，我解脱的生死就好了，我就不管什么众生啊。那么这个是比较急于己利，也就是所谓的声闻啊。但是菩萨呢，他是不是重于为人啊？那自己能解脱到他自己都还不忍心解脱啊，是因为他的悲心比较重，他看到很多的众生还在什么这种生死啊这个支流里头打转嘛，哦，他不忍心跳脱出去，所以呢其实就是声闻跟菩萨两大思想的什么激荡啊，终究呢到第三期大乘佛法就变成主流了，对不对？在西元前五十年到两百年，所以这个就是属于菩萨为主之大小兼昌。有大乘法，小乘法是不是也还在？声闻法还是在的啊，所以这个时期呢等于是佛元四世纪至七世纪，有没有？四世纪四百年再加上西元前四百三十年左右，是不是就已经到了西元一世纪了啊？已经到西元一世纪啊，所以这个时期啊大概两三百年，两百五十年嘛啊，南以暗达罗，北以贵霜王朝的护持，两系合流于北方，佛教大乘佛教乃盛，有没有啊？所以这里等于是初期大乘，是不是啊？就是说大乘初心于什么？南印的暗达罗王朝，南印啊有暗达罗，北印呢有贵霜王朝。那么请大家翻开最前面的这个王朝啊，在我们的这个比较前面有几张哈，啊，的几张比较大的之后，有没有？有个印度王朝年代，有没有看到？在佛陀那个时代，哦，佛陀那个时代呢，是差不多在什么？施修那伽王朝，有没有？哦，施修那伽王朝，佛陀是不是在西元前511年以悉达多太子的身份而出生吗？哦，在西元前476到西元前431啊，是不是施修那伽王朝啊？之后呢，那么经过了南陀王朝，然后孔雀王朝，是不是孔雀王朝呢？奥育王啊，大概是第三个国王，有没有？旃陀罗觉多到宾陀沙罗王到奥育王啊，到奥育王。好，那到奥育王啊，奥育王呢，那么是孔雀王朝。那孔雀王朝他这个王啊，这灭亡在西元前184年啊，184年。那184年呢，主要是因为有一个中印法难，中印法难啊，就是佛沙弥多罗王啊，这个篡位嘛啊，灭了什么孔雀王朝，建立了勋迦王朝。哦，那么因为有中印法难之后，当然还传了这个甘婆王朝，但是呢也因为有中印法难，所以会形成所谓的南北朝。有没有看到南北朝？南啊，这个南来讲的话呢，就是暗达罗王朝，北就是什么贵霜王朝。主要是因为有中印法难哦。好，所以呢我们回到四至三页南啊，以南来讲的话呢，有暗达罗王朝啊，北呢就是什么贵霜王朝。所以我们说大乘佛教兴起于南印，是不是？然后大乘于北印，所以光是在南印都还不算成熟，一直还要再兴起到哪，还大乘于哪里？北印，尤其是贵霜王朝。
所以我们刚才讲过贵霜王朝是不是有两个佛像的制作中心，就是犍陀罗跟什么摩陀罗，犍陀罗跟摩陀罗贵霜王朝，所以贵霜王朝它属于北印的王朝，南印呢就是暗达罗王朝，这两系呢合流于北方，大乘佛教乃盛啊，有没有大盛于北印哦，大盛于北印，所以这个时候以菩萨为本，那是不是大小都有啊？小圣也就是声闻圣，也就是说一切有部依然存在，并不是大圣为主之后小圣就马上消失，其他是逐渐逐渐的，好，那么在这个时期非常重要就是龙树菩萨，对吧？因为这个时候会有所谓的性空为明系的什么产生，那主要就是因为有龙树菩萨，龙树菩萨来讲的话，他属于南方的学者，而深入北方佛教之堂奥，所以他可以纵贯南北，南印北印，所以佛龙树菩萨起来的那个那个时代，因为龙树菩萨在150到250年间的人，在那个时期，其实我们说南北是对立的，大小是不是对立的？那么所以呢，空有对立，而且呢性相对立，好，那么我们再稍微画一下。就在恒河两岸，所以我们一旦我们若朝圣的话，是不是离不开恒河两岸的？因为佛陀在世其实就这么恒河两岸，但是佛陀涅槃之后，是不是那个范围就越来越广？一旦广了之后，是不是就会各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这边就所谓的什么大众部。这边就叫做什么上座部，上座部。然后第三个呢，从这里分出来，它倾向于大众部，所以会有所谓的什么分别说部。一次两次三次一直听下来，透过熏习不熟也难了，他还会往这里来，是不是？然后这里呢又往那里去，会有说一切有部，在基宾这一带，是不是？然后这里有什么？有独子部，有独子部。这里是说一切有部，说一切有部会是当时候声闻学派非常强的一个地方，所以导师有一部论著就是什么说一切有部之论师与论书之研究，对不对？因为他这边的那个阿毗达摩是非常发达的，所以龙树菩萨那个时代南印北印来说的话呢，因为大众部是不是往这里来，所以他们会交汇在这一点，会交汇在这里南印，所以我们说大乘佛教兴起于南印，是不是？兴起于南印，那大乘佛教呢，它有个特色是众相还众性啊。如果以广大的众生来说的话，我们大概都用原则性的事情，所以他在这边是不是就律众根本啊？根本属于根本性的大戒守好，小戒是不是比较不重要了？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除非根基比较特别的，比较孤魔型，大小都要巨细靡遗，那这个为什么要巨细靡遗？是不是在现象上特别注重现象啊？相要跟什么？是不是跟有结合？然后呢？这里属于什么？这里属于北印，而且呢，说一切有部是不是属于声闻法啊？也就是所谓的什么小圣，那这边呢，属于南印，属于大圣，那么它会跟什么性，属于大原则性，律众根本是不是重原则性啊？性会跟什么？是不是跟空结合？好，那为什么会有对立的现象？南北是不是现象上的对立？大小是不是现象上的对立？空有是不是也是现象上的对立？性相也是现象上的对立。那龙树菩萨用什么来贯穿呢？
在现象上的对立，我们说一旦现象上的对立，就会是世间法本来都是现象上的对立嘛，有生是不是就有灭的相对啊？那龙树菩萨就是用什么？龙树菩萨是不是还是要根据佛法，用因缘法？佛陀那个时代是不是已经非常强调因缘法了？透过因缘法，是不是打破他的界限，融然一体，而且还可以再打破这些界限？哦，所以因缘法它本身是可以打破界限的，而且是什么？是融然一体的。为什么会形成这些现象？是不是也是各有因缘啊？啊，是不是都各有因缘？所以这个因缘是不是可以贯穿这一切啊？各有因缘才形成各种不同的现象嘛，是不是？哦，所以中观，性空为明系，是不是专讲因缘法？尤其在法性上，我们说所谓的法性就是在讲因缘。那如果是现象的话，是不是在讲果相啊？比较在讲结果。我们看到有的现象都是已经是果相了，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大环境，其实也是我们的依报。报体本身是不是果报？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正报，也有我们的什么依报嘛，对不对？所以报来讲的话，属于果相，对不对？结果，但是呢，这些业报是不是还是从因缘法来？所以从因缘法里头的这个空，就是在讲因缘法的什么平等性，它是一种否定式的符号，在否定什么自性的存在嘛。那什么叫做自性的存在？我们说它如果是单一性的，它是不变性的，它是主宰性的话，表示有自性。偏偏这种东西是我们非常深层的根本上的错谬，有没有？所以我们说这个叫做什么自性妄执。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否定式的符号？是不是就专门在破这个？破这样子的很深沉的根本上的错谬，尤其我们在感情上的追求，对不对？科学家在最维系的那个根本的那个元素上的追求，或者我们看不懂整个世界，把它归为唯一万能的上帝，这些是不是都属于自信妄执啊？其实都属于自信妄执哦，在因缘法里头。所以我们说它在因缘法里头，它会深而且细，而且从什么？从因缘来看，透过因缘，它是不是可以贯穿这一切啊？就不会形成对立的现象，对不对？打破了这个局限性嘛。我们其实是生中啊，带着灭，灭中带着生的特质呢，信不信？我们现在是活生生的，但是我们是不是一直都不像灭亡的方向去啊？一个人灭亡之后，是不是又往生往生啊？又往生的方向去嘛？没有绝对的生，也没有绝对的灭。我们不是固定不变的生啊，那么死亡的人也不是固定不变的灭嘛，对不对？所以比较深细的去看待它的话呢，那么生跟灭是不是就有平等的机会啊？所以菩萨道是不是也都是透过因缘法，他就有机会怎样生死及涅槃啊？因为生死跟涅槃，我们会不会觉得也是在现象上会觉得是两件事情？所以我们要离，对不对？要脱离生死，要怎样心入涅槃嘛？有出有入，有出有入是现象吧？对不对？我们南来北往，是不是？是不是现象啊？有来有出是现象，但是龙树菩萨里面讲的不生不灭、不依不异、不长不断，还有什么不来不出，有没有？为什么不来不出呢？因为因缘法的关系，就打破了什么界限，就没有来去的问题了。其实呢，生死即什么涅槃。这是菩萨道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个思想观念哦，对不对？是不是透过因缘法而融通啊？它是融然一体的事情。所以为什么菩萨道他愿意常在生死流当中来度化众生？其实他在生死流当中是不是也可以去体会，可以去体验到所谓涅槃的境界啊？
一样是可以的哦。涅槃不是离生死而别有的，在生死当中啊，以菩萨的这个啊特质来说的话呢，他一样可以感觉到一份的平静。虽然在困闹的世间里头，但是因为他有什么，有释出的涅槃的智慧，所以他可以怎样出污泥而怎样不染呢？是不是出污泥而不染？为什么不染？其实因为有涅槃的智慧，就不会染浊啊。但是呢，也不得不在啊世间的污泥当中，才有什么众生可度，才名为什么菩萨嘛。所以龙树菩萨啊，因为他本身是南印的人啊，但是呢，他到北印啊雪山啊去这个出家的。所以他禅啊，他所禅扬的是一切法性空而三世幻有之什么大圣幻有啊，以性空为明系呢，看待有，看待现象上的有怎么看呢？是缘起的有，叫做缘生的有，还有包括什么缘灭的无，是不是缘生而看到了现象？会不会缘灭而离散呢、啊？对吧？而消失嘛？啊，所以这个叫做三世幻有。啊，所以透过性空呢，会认为这些现象宛然有而毕竟空，叫做幻有。好、啊，那以为是怎么看呢？会认为这是一个实有的世界。啊，那么真常会认为是一个妙有的世界。其实不大相同哈，因为唯识他从一切有部所发展过来，结合了经部啊，而发展出后来的这个啊大圣的这个唯识系啊，虚妄唯识系。那因为说一切有部，它的基础会怎样？假必依实，它会依在什么实有的那个极为上头。哦、所以会认为、啊、是从他的有会从实有来看、啊、但是真常唯心系呢会比较用真空妙有、啊、但是性空唯明系是什么？是幻有、啊、也就是说宛然有而怎样毕竟空，宛然有而毕竟空，所以叫三世幻有之大圣，有为大圣不挑之宗啊。这个不挑也就是永久不废的意思、啊、是所谓的八宗共祖。八宗共祖、欸、到传到中国之后、啊、才有八宗啊，尤其到隋唐是不是八宗才俨然成型、啊、那么但是这不管哪一宗派都是奉龙树菩萨为大、啊、八宗共祖、啊、是因为所谓的大圣佛教能够这个卓然自立，其实是因为龙树菩萨的关系，不然本来所谓的菩萨圣是不是也依附在声闻法里啊？因为本来声闻是主流嘛，菩萨是不是分流啊？哦，慢慢的要转到菩萨为主流，那么之所以能够完全卓然自立，其实是因为龙树菩萨，啊、哦，龙树菩萨的中论，啊、哦，让整个这个大圣呢能够卓然自立。哦、所以呢龙树菩萨以容摄世俗、哦、因为透过了智慧悲智双运、啊哦、菩萨道的智慧让我们出离，但是慈悲是不是让我们再入世啊？世出世入而无碍，所以他能够容摄世俗。所以大圣已经、哦、不无、哦、但因为太过于容摄世俗的时候，难免会有什么神秘苦恨表征他力的思想呀，又开始在那边萌芽了。那这些东西是不是本来佛陀反对的、啊？哎，哦，那当然以龙树菩萨来说的话呢，他会为之而怎样洗刷，在这部分呢是应该要怎样要去除的。因为所谓大乘佛法它的涵容比较大，所以属于天道或者这些什么天龙八部啦、啊、护法神啊，这些是不是都融摄进来啊？容易融摄进来，所以属于这种神秘苦恨表征他力思想的也在潜蒙
那这个部分呢，就这个部分其实并不是佛教的特质，但是因为大乘的关系呢，它也会慢慢含融进来，所以这个部分就会变成说，是我们自己要，我们在这个行菩萨道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要非常戒慎的部分呢？所以因为这个本来是不是就是佛陀所不要的，所不赞成的，所不赞成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要回到什么佛法的本质来看，才能够怎样泰无纯精啊，是不是？好，所以呢，以第三期来说的话，大三圣共同一解脱，声闻缘觉，那以解脱为主，菩萨呢？他是不是还是要证得解？就说他还是要去体现到什么解脱涅槃的境界？那个执是一样，只不过菩萨把这个执去怎样去扩大，量上的扩大，对不对？而且呢，菩萨他是忍而不证，声闻缘觉是不是就是正果啊？正出果、二果、三果、四果。那菩萨呢，他忍而不证，他对法的确认，所以呢，菩萨道来讲的话是用什么，用声响忍，对不对？菩萨是不是也要听闻佛法啊？对法性的确认，对法性的确认，也就是对因缘法的确认，对因缘法的确认会让我们比较怎样，不自以为是，比较柔软，像水一般。所有的因缘法，你看它具不具有固定的形象啊？不具。因缘像不像水一样，它可以去适合各种容器，也因为透过因缘法，是不是才可能去恒顺众生呢？适应众生，为什么要适应众生？为了要度化众生。菩萨若不去适应众生，怎么可能去度众生？菩萨并不是要众生来适应他，是不是？菩萨放下自我而去怎样去适应众生？所以我们常讲说，菩萨很像什么一滴水掉到大海里头去一样，对吧？我们自信妄执很深的话，我们的那个心量是不是非常的狭小？我们的生命周期是不是已经非常的短？生死很快速，但是菩萨的那个生命周期，那是生生世世的事情，是因为他融到大海里头去了，他生命周期是不是变长了？好，所以呢，一样啊，菩萨他还是菩萨，他所要去恒顺众生，主要是希望能够协助众生，起码能够获得解脱涅槃，是不是才是真正的给予安乐啊？拔除众生的生死之苦，给予什么涅槃的安乐啊？当然，众生如果还是有这种大圣根基的话，那众生当然还可以去发心再去行菩萨道嘛，对不对？但是起码呢，可以有什么涅槃解脱的安乐，这是不是菩萨他所该去做的？菩萨并不是用个人的喜怒哀乐，也不是用个人的价值观去领导众生的，不是。菩萨所发的菩提心是不是根据佛法来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呢？所以呢，以菩萨来说的话，他还是跟根本佛教相契应。契应在哪里？在涅槃解脱的执上头。菩萨道不过就是把解脱涅槃的执而怎样量上的扩大，对不对？涅槃解脱的感受就像什么呢？就像太阳光里面的一道曙光，它的量不多，但是它的值一样不一样啊？曙光是不是还是来自于太阳光？还是来自于太阳光哈？所以第三期来说的话，虽然佛是呢众生闻，今则降菩萨之利他。因为在佛事是不是第一期？是不是众生闻好不容易转到怎样菩萨为本，但是呢，也因为菩萨道来讲它含容大，所以它大小是不是都能够包容进来啊？大小兼畅啊，菩萨为本之大小兼畅啊。好，那第四期就是200年到500年，
的这个时期来说的话，是倾向如来之菩萨分流，是不是从菩萨为本到下一期是什么如来为本的过程，倾向于如来之菩萨分流啊，所以也是所谓的佛世七世纪啊，到千年，等于各家五百年啊，各家五个世纪，是不是就是西元？啊，那么大乘佛教又分流了，啊，从北来，啊，一个是从北来，从南来，为什么？因为在第三期是不是已经分成南北朝啊？啊，会有南的安达罗跟北的贵霜，啊，所以以北来说的话呢，那么等于是贵霜王朝的延续，啊，那西以阿育陀为中心，阿育陀啊，可能我们就自己看那个地图啊，阿育陀。以阿育陀为中心，在巧萨罗的下面吧，尼泊尔的附近啊，尼泊尔的下面是不是有舍卫城？舍卫城的下面有巧萨罗，巧萨罗的下面是不是有阿育陀？阿育陀这个是从北而来，西以阿育陀为中心啊。那么无着师之啊，也就无着世亲菩萨，他所弘的就是虚妄唯识系。哦，那从南来呢，东以摩羯陀，东啊，哦，在摩羯陀，所以东的这个摩羯陀是一直以来啊，哦，摩羯陀都是一个什么，都是一个重镇呢，啊，哦，摩羯陀啊，哦，因为我们在这个王朝里头是不是也都在我们的王朝年代，有没有，其实在东西方文明交汇当中呢，施修那伽王朝、南陀王朝、孔雀王朝是不是都以摩羯陀为中心呢，啊？啊，乃至于到后来贵霜王朝之后呢，又分裂了一段时间，才有吉多王朝嘛，对不对？吉多王朝是在320到490年之后，是不是又分裂了？啊，各位有没有看到印度王朝年代啊？啊，因为我们对印度王朝是不是不熟悉啊？所以就有个年代随时让我们能够翻回去，有没有翻到啊？像后吉多他也是以摩羯陀为中心，有没有摩羯陀啊？摩羯陀，所以东啊，以摩羯陀为中心，真常唯心论之势大张啊啊，所以西啊，西呢是阿育陀，东呢是摩羯陀，摩羯陀西来说的话是什么？虚妄为识。东的话呢，真常为心。好，但是呢，还有后面的性空为名论，也就是学出龙树之后啊，啊，那么佛护清变又复兴了性空为名系于南印，于南印三系静尽啊，而聚诵于摩羯陀，最后是。集中在摩羯陀，在摩羯陀。哦，那其实在这个印度王朝的年代前面，这里有一个表的中间，这里也可以看到，这里也画了一个图啊，哦，这是比较早期我整理的一个图表。哦，也就是在第四期。哦，第四期也就是后期大圣，有没有？后期大圣是不是就是唯识跟唯心啊？还有后期的性空，这样能理解吗？性空它是不是有两期啊？一个是早期的，一个是晚期的。早期的是不是就是龙树菩萨的时代啊？但是到晚期是在这个唯识系之后的，哦。所以我们说后期的这个性空唯名论啊，又复兴起来，对不对？又复兴起来，所以呢，它是在南印，啊，属于南印，一个在西是唯识系，在东是什么？啊，是唯心系，啊，那南就是什么？性空唯名系，后期的性空唯名系，那么三系
互相的竞争，而最后集中在哪里？摩羯陀，摩羯陀，所以摩羯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好，那因为它倾向于如来之菩萨分流，对不对？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以菩萨为本的话呢，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但是我们都往往是有所住的心，如果是初级大圣来说的话，是不是因无所住而生起心呢？这是波瑞经典所讲，尤其金刚经里头不是不断的在讲这个啊，就是说不是有所求于果报的，那要怎么样呢？是不是在因地上不断的去耕耘啊？只问耕耘而不问收获，这是菩萨为本的这个最重要的精神呢、是不是不断的在因上面下功夫啊？我们因地上去下功夫呢，因缘和合，果报是不是自然现前啊？这个果报自然现前，而不是我们去追逐的来。其实追逐不来的，是不是要等到众缘和合，自然而成？所以呢，以菩萨为本的话哈，比较没有得失心，只问耕耘而不问收获。但是呢，这个却不是一般人哈，因为我们都习惯怎样，是不是经常在追果报啊，而忘了怎么耕耘呢？也不大愿意去耕耘，是不是只问耕耘只问果报而不问耕耘呢、是如来为本。因为以如来为本，所谓的如来是不是已经结为圆满至高无上圆满的果报，叫如来的果报吗？对不对？那后来就是急于去怎样追求果报，追求佛果。那在后期第四期来讲的话，后期大乘佛法它是不是就是倾向于如来之菩萨分流越来越不想耕耘，越来越想要去追求果报。所以这里讲如来者是一切有情有如来的什么特性，叫做都具有什么佛性无不可以成佛，是不是众生皆具有佛性嘛其实众生皆可成佛但是如来性呢真常不变，是后来那么简化了，因为就是去追求那个圆满的什么摩尼宝珠，因为我们是不是都具有佛性啊，具有如来藏，如来的胎藏，要具有如来的胎藏，是不是才可能成就如来啊的果报果报体嘛。所以呢，这种属于如来性，也就是佛性，会变成怎样真常不变。那么这种真常不变的佛性呢，就是清净本具的心体就像一颗摩尼宝珠一般离幻忘时呢正觉心性，而原显如来之本体啊。所以这个叫做如来叫做真常净心也容易跟什么婆罗门教的梵我相杂，而且在当时候尤其在这个西元五世纪左右，婆罗门教的这个梵文学复兴，梵我论大成于世啊，那么佛陀见于梵天童话所以后来是不是就如来为本之梵佛一儒啊，或者叫天佛一儒，会结合到一起去了就会结合到一起去所以呢，其见于辩论者来讲的话呢，会有生灭心与真常心之争。那生灭心会比较属于什么唯识系唯识系呢，它是有生灭心的，但是真常系它是不是就是真常不变的那个如来藏啊，清净无染的那个本体所以会有唯心与有净之争有性空与不空之争因为性空学是不是又再度的复兴再度的复兴那其实以真常系来说的话，它不空，它以不空为主，不空如来藏有个叫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嘛那空如来藏呢，其实是透过生灭心，所以以真常系它一心开二门，有心生灭门跟心真如门，有没有所以呢这个会有空与不空之争然后呢还会有三圣与一圣之争三圣
与一圣之争啊，所以这个是第四期的佛教啊，可曰请向如来之什么菩萨分流啊，然后到了第五期，也就是最后秘密佛教时期，有没有？是不是从500年一直到什么1206年啊？那么如来为本之天佛一如啊，是因为结合了什么梵教啊，梵我论会结合到一起，因为那个真常唯心的那个我的成分其实是很强的啊，会跟梵我呢会做了结合。那尤其在法义衰败的时候呢，天佛一如，就像我们说，如果在台湾来说的话，我们佛法认识不清，是不是也佛道不分呢？啊，不知道神跟佛菩萨有什么差距？我们之所以知道，是不是根据佛法来的？根据甚深法义，那当然是有所不同，那是内行人才知道不同啊，对不对？外行人是不是还是搞不清啊？哎，观世音菩萨把他拿来当妈祖来拜啊，是不是？外向都差不多啊，是内在的不同啊，对不对？观念啊，等于整个思想理念是不是引导着我们生生世世的修行？这是很大的差距呢，啊，是很大的差距。但是当我们法义不清楚的时候，是不是那个在思辨的能力上就不足了？那在外向上呢，就全部都含不隆咚结合到一起去了，哦，所以到如来为本的时候，如来跟天道的神到底有什么差别，搞不清楚，因为他只去追求果报，不管这个过程了嘛，对不对？只问结果而不问过程，菩萨道是不是只问过程而不问结果啊？那是比较正常道上，对不对？是不是一定要有过程之后才有结果？但是我们一般就懒啊，不愿意花在过程而赶快要获得结果，尤其现在的速食文化，是不是样样要快，最好能今生开悟立刻就成佛，是不是啊？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哈，啊，的这种急切的想法，是不是因为不懂得佛法的缘故啊？如果懂得佛法哈，透过比方我们说性空为名系或者这个虚妄为识系，当我们真的理解之后，哦，反而不会急于想要成佛，是不是就会愿意安于菩萨道啊？因为点点滴滴真的是一步一脚印累积过来的，哦，没有办法一步登天的，哦，我没有办法一步登天，哦，所以到第五期的时候呢，那么千年已降啊，哦，就等于说从佛陀的西元前500年到西元500年，是不是整1000年了啊？差距1000年之后呢，佛教渐至各地萎缩而局促于摩羯陀以东，因为后期大圣是不是就慢慢的啊，由西的阿育陀，那么跟南印的啊，后期的什么性空为名系，是不是都结合在东边的什么摩羯陀真常唯心系，这些是不是都结合在东边的摩羯陀啊？所以到第五期来讲，它是居住在摩羯陀以东的这个地方啊，以如来不可思议之三密为重点呐，啊，身口意三业上。但是呢，因为本来大乘佛法是不是一直在讲不可思议啊，后来神秘化了就变成三密，所以会立本于神秘唯心顿入之行解，为一切学派内外思想之综合，也成为一切秘密迷信之综合，哎，哦，全部都合到一起，那唱一切有情成佛，哦，不复如大乘初心之重于利他而求极心极深的什么成佛，是不是很急于立刻开悟即是成佛啊？啊，在这个果报上面的追求了啊，所以奄奄600年呢，啊，从500年一直到1206、6700年当中，也受到异教的破坏而怎样而衰灭啊，会有外而回教的入侵，其实内部主要还是法义的衰败才是真正的主因呢，啊，哈！所以以第五期来讲的话呢，可曰如来为本之梵佛一如啊。那也因为这个梵
梵教的这个是不是以吠陀为主啊？融了吠陀而灭亡，所以前面佛教是不是反吠陀而创始啊？最后竟然融吠陀而灭亡啊、哦！这个也值得我们好好的深思啊，对不对？啊、哦，好，我们休息一下，阿弥陀佛。